走了，小宝，走走，出去玩玩具，走。哼。哎呀，哇，看那个三角没开的，真漂亮。最近南京是不是也要对流天气了？前两天桂林那边下冰雹了，看今天太阳也没了，本来这两天大太阳。小宝，他最近可喜欢玩这个了。哎，嘿，哼，来，拿过来，给我。哎，你踢走了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给我，好，放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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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，好，给，好狗，来，一二三，走喽。边牧还是聪明，他知道给你捡回来，这个都没咋教，你看他也捡回来了，嘿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好狗，来，等一下我拿吃的，给个吃的，哎呀。最近那个小包包，这小包包里面有吃的。好，好狗，来，我们扔远一点啊！一二三，快！哎，那边那边那边，他这回没看到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球球，扔远一点，让我去捡。你装着看不到是吧？那边去捡过来，他这回没注意到。哎，他看到了，来拿过来，快快快，小宝给我，好狗，给，来，我们这回扔远一点，哎，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又拿回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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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过了，跑过头了。好，别动了啊！来，奖励一个，小宝，奖励一下。好狗，上我们后边看一下，这是后边，得从那边。我想上那个上面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太阳能板，来到这儿这么久了。都没有擦过，不知道上面啥样了。那树都长到顶到车了，看看住的时间是真的有点久了。你看，这边都已经搭在帐篷上了。我们从后边看一下，看这花开的真好。哇塞，前两天还没开呢，就这最近这一两天天一热全开了。也不知道这啥树，你看这花开的好漂亮。我来的时候这还挺宽松的，现在树都长得贴了我车了。还有这边，哎呀，我上去看看去。从买了这个车到现在，我还没有用过这个梯子上去过。哎，他这个梯子上这个就搭在这上面了吗？会不会把这踩坏了？应该没事，不踩那儿了，直接踩这儿。哎，看这上面太阳能板。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块，一千瓦。有点脏啊，不过还行。这个天气感觉今天南宁这边也要变天了，下一场雨可能又干净了。这上面也不算很脏，还行，稍微擦一下，然后简单把那个，哎呀，简单，你干啥呀？哎呦，把你那个地板拖那个啥的，或者是那个啊，我把太阳能板擦一擦，
还这边还可以，其实还可以架一二三三块，不用扫，这上面就擦一下就行了。后边还能再装两块，应该能装，我觉得装满能装个一千四的样子，还很挺空的，因为还有很多那种小块的太阳能板。看，被花包围着，满树都是花，漂亮吗？这些南宁这边一到这个季节，所有的树上的花都开了。这接的这种大豆角，看这种大豆角，好大的这种豆角，你直接扔给我就行，我从后面梯子上来的，没事，你扔我一接就行了。直接扔，直接扔就行，我能接得住。你要扔准啊，你别扔太远了，我真接不住。你对着我扔就行了，把你那些对我所有的那种不爽全部砸过来吧。来，来，稍微擦一下。这是蒋丹的这个小拖把，你看一擦还挺干净。哎，可以了。我原来以为在车顶上会掉很多叶子，很脏，其实就那一片儿。这些树也都是年后才长过来的，我当时倒车的时候这些树还都没长到这儿。把它擦一擦都。上面擦完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车头之前放的那个照脑丸有没有效果。感觉这次应该还行。哎呀，我去。挡着了，摩托车还得挪一下。好像放了这个撞脑丸还是有效果的，这里面有一股这个味道，然后没有什么新的再拉进来什么新的东西了，还可以，回头再买几包再放在里面。那里我放了一包，然后这个地方放了一包，这个东西大家都不要买了，这太坑了。这个六十几块钱，强效驱鼠药，这就是骗人的，还没两天呢就没有味道了，而且里面就放了一个泡沫，可能里面滴了一点精油，还不是那种什么膏。我当时以为这一瓶就跟那种香膏一样，慢慢挥发，它里面啥没有。真的好评多得很，我觉得自己刷的还行。现在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，不然老鼠老是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到时候把那里面都腐蚀了。等我们下次动车的时候，就得把车直接送到修理厂做一个大清洗，下雨上面都是那种水痕啊。可以啊，今天出去吃，不自己做了是吧？那今天出去吃。